三刻有把那个森林火灾的讯息呢通报给消防局，那消防局呢随即通报本处，那我们处里面接收到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就麻烦空勤呢能够进行空勘，那经过空勘之后，我们确切知道那个火灾的起火地点。那今天空勤总共支援了5架次的救火工作，那到了下午1:30左右呢，因为云层太厚了，所以空中救援没有办法继续进行，因为考虑到飞安的问题哦，所以在2点我们已经结束了空中救援的工作。那在地面部队的部分呢，我们处里面有13个同仁呢，今天已经前进到现场。那今天晚上会扎营在瑞穗0到19K 的地方，明天会再走9到10个小时挺进到火场。那这是地面部队的部分。那明天呢的救援工作呢，除了地面部队持续挺进之外呢，明天早上我们也会协调空勤进行第一次的空勘，然后再随即再载运我们17个同仁到救火的现场去进行救火工作。相关的原因我们都还在研判当中哦。那查缉火手的部分呢，我们已经通知森警队来做联系，做面积，就是燃烧的范围呢大概是3公顷左右。